为什么与总狸猫最近，而猫却走向了别的姐姐呢？当然是因为，但到了给予总时，就只是为了是半根。而且你们看看，我们的害羞鱼丸丸只敢甜甜地望住卡宝猫的小心思，所以剩下的那一半我们就不难知道了。我的头发，这里我觉得他们很有夫妻脸。太逗了，像鱼丸。